行啦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我都来了十多分钟了，你是不是很累啊？最近事情比较多，你有什么事吗？我是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的，我哥跟我嫂子今天回来了。那太好了，我终于可以不用一个人战斗了。嗯，他们已经有情人终成眷属了，那什么时候轮到我们呀？子彤，你不是一直羡慕别人都有自己热爱的事业吗？你又转移话题。如果你能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事，我就考虑我们之间的关系。真的？嗯。一言为定，我要去为了我的爱情奋斗了。